上面嘛。今天老师可以稍微粘一下吗？不会粘的，触标长了，如果粘的话，只有可能触标长了。触标速度啊？触标长度。那天是因为你底子没穿好，底子跑偏。你这跑偏？底子这个标签跑。哦。你必须要靠边，因为靠边的时候它才是最正的，标签不会跑的。这个跑应该自己正。嗯，没有，你拉得太远了，它就跑不回来了。它那个力电机，它只是稍微一点点，它跑偏一点，它会稍微一点点，它会拉回来。哦。